心神就得将心交在神面前，你将你的心献上，摆在神的面前，那你在熬炼中定能不否认神，不离开神，这样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近，与神的关系越来越正常，与神的交通也就越来越频繁。你总这样心就会在更多的时候活在神的光中，在更多的时候活在神话的引导之中，你的心情也越来越有变化，越来越有变化，你的认识也就与日俱增，与日俱增。有一天神的试炼突然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不仅能站在神的一边，而且能为神做出见证，那时你就如月波又如彼得，那时你就如月波又如彼得，你为神做了见证，你就是真实爱神的人，你就是甘心舍命的人，你就是神的见证人，是神是你才是一个真正的